我们一家访问蓝，但是你认为马英九的分头是可以的？他气质，对，我觉得男生的气质胜过一切。你认为气质好的男人是你所喜欢的类型？嗯，你能再形容一下什么样的感觉？你的声音啊。我的声音太迷人了，太马英九的外形，伟忠哥的声音啊，他外形也 OK， 眼袋弄一下就好。哦，绝不，绝不，我今天把所有人得罪光了。今晚11点，请准时收看我们一家访问员。